上的。这座无人供奉的庙宇里确实有深渊的痕迹，西风之鹰虽能凭风翱翔，但始终也只是徘徊在神明的光芒之下。没什么，我们快点进去吧。深渊的气息越来越重了，不远了。深渊使徒到底长什么样呢？是不是和深渊法师差不多？我们先继续往前吧，如果能见到那怪物，那么我不解释你们也能清楚了。起风了。起风了。只发现了那些深渊法师吗？看来深渊使徒可能已经离开了。深渊是混乱，也是毁灭，是一团不可捉摸的癫狂混沌，侵蚀这个世界的根基。这就是身为神灵眷属的东风之龙也无法抵挡深渊力量侵蚀的理由，而深渊中的怪物别无他求，只为颠覆神灵治下的世界。大英对深渊真是了解。哼，我与深渊缘分不浅。好了，闲聊就到这里，我们该往奔狼岭去了。根据我最近的追击，深渊教团出现过的另一个地点可能就在那头老狼的领土上，或许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深渊使徒。